山去哪里？人们打猎回来之后呢，再一次聚集。我们要举行的是马拉斯大坝跨工业爆炸工歌，这个是布农族男人感到最骄傲的时刻，因为在这个时候，你可以大声的来诉说你对部落族群的贡献是什么。那么女子们呢，则站立在男子们的后面，骄傲跳跃、拍手，并且应和着。 Thank you.
点点点我们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打气，让我们有信心的来面对明天的挑战。谢谢你们的掌声。能够来让他们从小就这样子了解这个文化。带来的是布农族的创作歌曲《咕噜玛哈》，孩子们回家吧。
孩子们回家快，台湾我爱你。在这个地球上，有一个小小岛，它的名字叫做台湾。每次我想到它，我就有安全感，因为它是我们的家。的蓝天，这里有想你的祝福，这里有我们共同的回忆，这里是我有自信，自己尊严。